人说他肉，要进来一堆钱需要秘密沟通。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，却没机会展露。有人失去了自我，走出做四处漂流。有人为了梦想，为了三餐养家糊口。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职工，一拥挤的大楼里，怎么陌生人都来自外？他埋头写着履历，怀抱着多少憧憬，往返在九三零号公路，内心盼着奇迹。不听也不想，不敢回头望的遗憾，扛下了梦想，要毅然决然去流浪。我飘向北方。